死不完的织田信长又回来了。这次光荣系列作即将迈入30周年，而为了要回馈玩家呢，即将在3月27号的时候推出 PS3 以及 PS4 的繁体中文版，而且呢还有特别合作特点的喵喵武将哦，咱们一块来瞧瞧吧。人气历史模拟游戏《信长之野望》系列作将迈向30周年。新作《信长之野望创造》预计于2014年3月27日正式登场 PS3 与 PS4 平台上喽。这次推出的繁体中文版本中，将与其他相关游戏合作推出限定特点，玩家们只要在本作品上市之后进入合作游戏，如《信喵之野望》与《信长之野望 Online》等等，累积一定点数就能开启特定模式，如喵将模式可取得特殊的喵将头像来与本作替换。喜欢《信长之野望》系列作品的玩家们，一定不要错过喽！